Teddy 有没有从小妈妈会比较喜欢你怎么样打扮，还是比较不喜欢？你想讲啲乜嘢？又比起刚才 Teddy 的母亲是逊多。我等一下，我们要支持林佩莹就用这个。好，谢谢两位嘉宾。女人要拥有你了，我觉得。不是，男人要像他这样，女人就要拥有他。你有跟咩？真的。